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有话好说，我是叶明兰。最近呢，这个南北韩的情势让人相当的紧张哦，而且北韩说明天要试射飞弹，那么现在呢也关闭了开城工业区哦，到底整个局势是不是如外界某些人所担心的，是不是可能战争就要再次的爆发了？不过也有很多的分析跟评论说，其实不会那么严重，可能只是局部性的冲突哦。但是不管如何哦，大家最近在看哦，包括北韩的军力、南韩的军力，还有美军的一个部署。另外呢，我们也要来看哦，现在假设真的战争爆发之后呢，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今天节目我们好好的来关心哦。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在我右手边第一位是知韩院的创办人朱立熙。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我们再来欢迎的是真理大学应用日语系与通识中心的讲师董思琪。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欢迎。在我左手边这是勤益科大通识中心助理教授李根熙。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是全球防卫杂志资深军事编辑陈国明。大家好。是，稍后呢我们也要视讯呢给旅韩的独立记者杨前豪，请他告诉我们目前呢在韩国南韩的最新的状况。不过我们首先来看哦，在今天大家非常关注北韩是正式预告了明天要试射飞弹，但是那个这个试射的这个路线哦是怎么样呢？目前还不知道，所以呢目前那个日本哦也是严阵以待。我们来看下面的 VCR。北韩在8号宣布撤出开城工业区后，9号早上50000名北韩工人就一个也没来上班。虽然有韩国企业干部表示不必太紧张，但毕竟这个被视为阳光政策橱窗的工业区，每年为北韩带来20亿美元的外汇。因此，除了韩国业者呼吁平壤当局悬崖勒马，韩国总统朴槿惠也表达遗憾。그동안멀쩡하게잘돌아가던개성공단을북한이어제조업을잠정중단시키겠다고한것은매우실망스럽습니다。而在军事动态方面，尽管各方情报都显示北韩的百万大军没有异常调动，所谓让首尔陷入火海的说法，也只是巩固金正恩政权的手段。但北韩已经运送机动式中程飞弹到濒临日本海的发射基地，就算现阶段无法装上核弹头，也足以让美日等周边国家绷紧神经。北朝鮮は国際社会に対して挑発的な言動を続けていますが、我々はですね、冷静に関係各国と連携を取りながらやるべきことをや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す。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为了确实掌握北韩飞弹的飞行轨迹，美军在黄海、菲律宾外海以及关岛和夏威夷附近将要部署4艘神盾舰。而日本因为担心飞弹残骸或弹头可能掉落在日本境内，因此在日本海跟冲绳周边海域也派了3艘神盾舰。另外，在关东地区和冲绳也正在部署爱国者3型飞弹防御系统。这些神盾舰都是近几年陆续改装、具备反飞弹能力的战舰，除了展示美日共同防御的决心，也有实战测试新武器的用意。记者徐佳仁报道。好，这感觉哦，这个是不是情势一触即发哦？是不是真的这一次真的会爆发战争呢？执行长，我们看这一次好像某些不寻常的气氛有出现，可是好像其实某些人就觉得说，其实你根本不用太担心啊，这次状况跟以前是一样的，只是放话而已，大家还是会坐上谈判桌的。今年这个时机哈，从2月下旬核子试爆，然后到3月5号北韩宣布这个停战协定啊，这个白纸化就是无效啊，撤除。那么我当时我就认为说，到一直到7月27号，这个南北韩停战协定满60周年啊，这个前夕啊，这个紧张情势会不断的升高。会继续升高，因为北韩的策略很清楚，他就是要希望用这个停战协定来换取和平条约，他的目标是这个。那我相信美国跟中国都很清楚，他背后的两个老大哥哈。那么在7月27号之前，他会不断持续的升高这个紧张情势，那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高谈判的筹码，啊，谈判的筹码。那我想美国也很清楚。那这次其实他虽然这样子一再的恫吓，但是南韩、美国、中国都不紧张，啊，其实只有外面，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好像有点太兴奋了，太耸动。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几乎是零，是微乎其微。是，好，我们现在连线给这个杨晴豪，这是旅韩的独立记者。晴豪，您在线上哦。我想请教是说，刚刚其实在节目前哦，我有先跟您谈过，您就说其实目前在南韩的部分，感觉上其实大家就像刚刚执行长所说的，一点都不紧张，确实是这样的状况吗？对，尽管现在南北韩区是紧绷，然后全球关注。不过在首尔这里，我从上个礼拜来到现在，这几天仍然风平浪静哦。这里的市民普通的民众的作息仍然是正常的，并没有受到影响。是，所以在媒体的部分有大幅的报道吗？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呼吁吗？对，今天比较大的就是开城工业园区的这个撤离问题哦。我现在手上拿着今天南韩各家的报纸哦。现在手上这，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保守的三大报哦，像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今天全部都把这开城工业园区营运终止的消息放在头条哦。朝鲜日报讲说，这个开城工业园区陷入最初的这个触礁的危机啊。另外一个是中央日报，他讲说，这个南北韩之间的这个和解的堡垒已经是不是会崩解呢？在东亚日报这边开城工业园区暂时中断。那青瓦台这边表示说，会尽可能的减低说这个工业区全面关闭的可能性。不过目前呢，南韩这边虽然我刚刚讲过说，一般的民众作息现在非常正常，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商人们、投资业者甚至是企业主非常的紧张，因为开城工业园区撤离之后，开城工业园区全部中断之后呢，带给他们的损失是数以亿计的啊，包括政府以及这些民间投资业者，总共会大概损失的这个金额呢，大概是在10兆韩币左右啊，折合台币大概是200亿元。那因为这些工业园区中断之后呢，生产线全面中断，所以这亏损呢一天一天增加。那对开城工业园区的这个营运中断呢，也考验着朴槿惠政府到底要怎么去应对啊。今天我们刚刚所收到的新的消息，就是说像南韩的朝野两党已经开始要想办法来应对了啊。像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和党，他们希望说能够派遣特使到北韩讨论相关问题啊。那这个特使呢，不论是国外的人或是国内的人都可以，甚至他们觉得说，可不可以派潘基文过去协调呢啊？但是执政党也有这个，执政党新世界党也有类似的声音传出。不过呢，这个党中央党的高层认为说，北韩的目标就是要激起南韩国内的矛盾啊。那他们北韩就是想要越过南韩这一关，直接跟美国进行对话。所以呢，像北韩派遣特使的主张，就能够让北韩有机会能够达到目标，等于说会落入北韩战略的这个圈套。所以呢，派遣特使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天真了啊。是，晴豪，我们先 hold 住哦，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请您告诉我们第一手的观察。我想请教一下国民哦，就是说刚提到说明天可能会试射飞弹哦，那大家都在说应该是无水端的中程飞弹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飞弹哦，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军力哦？那射程也是蛮远的哦，所以大家现在担心说，是不是就直接射到关岛去了？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北韩的弹道飞弹发展轨迹来看哦。事实上，它的弹道飞弹是脱胎于以前叫飞毛腿哈，飞毛腿 B 型跟 C 型。但是呢，北韩人他们叫火星系列，火星五号跟六号。那之后透过自己研发跟改良，还有跟透过国外技术的转移他们陆续开发了卢洞它是这么一个地名啊，卢洞飞弹，卢洞一型。那之后呢，要开发所谓的无水弹，那甚至还有更长程的哦，更长程是大浦洞一型、大浦洞二型，已经到6000公里。对，那它的其实它所谓弹道飞弹它就是把飞弹射入所谓太空，然后掉下来那其实速度很快。那你可以想要从外太空掉下来的东西，事实上是很难加以防范的。那它可以射程多远？我们可以从这张所谓的 CG 图来看是，你看所谓的飞毛腿飞弹，或是所谓的他们的火星系列哦，事实上就可以达到所谓的首尔，这达到首尔是没有问题的了哈。那发展到所谓的卢洞飞弹，那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驻日的美军哈，驻日美军基地包含卓氏堡、恒须贺，这是所谓的美国驻日的海军基地哈。
那到了所谓的那个污水弹哦，污水弹就可以打很远的，就可以打到所谓的关岛基地。那关岛事实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基地，就是安德森空军基地。那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所谓的 B-52 啦，甚至所谓 B-2 都驻扎在这边。那当然，因为这次局势紧张，所以他们把 B-52 跟 B-2 往前推到韩国跟日本境内，这是可以有迹可循的。那当然，你说这些不管所谓中程弹道飞弹或者是短程弹道飞弹，事实上对韩国来讲都是一样，它就是一种飞弹，它只要能掉到你全南海境内的都算是所谓的战略飞弹，它不管你所谓的短程、中短程，它主要目的是说在第一集就是。开战的第一时刻先把驻日美军还有包括关岛的驻军啊，还有驻日美军的一些海军基地先行摧毁，之后呢，先阻挡你南海军的外援，之后来继续来所谓打击所谓南海的军力是。是，所以国军等一下再跟我们说一下，其实目前其实美日都已经部署了，就是说到时候你飞弹射出去，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把你打下来哦。等一下跟我们讲一下。那我想请问一下罗老师，就是说。我刚也请问执行长，就是大家分析是说战争的可能性不高哦，但是为什么北韩他一直的放话哦？到底是怎么来看北韩他的一个所谓的放话局势的升高，他要的是什么？那目前来讲，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哦，这个整个局势会比较缓和呢？哦，这北韩哦持续的放话，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不过在我们在国内的话，一开始以前是对于韩国的局势并没有那么的关切，所以说对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很了解。那事实上从冷战结束之后，北韩的那个他们的外交政策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嘛。那为什么会有个外交政策很大的改变？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北韩它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要处理什么问题？就是外交生存的问题。他认为说他自己的国防受到很大的威胁，安全上面有很大的威胁，而他们认为最大的威胁来源就是从美国。那如果说他的威胁来源是从美国来的话，那他要如何来防止这样的威胁呢？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够跟美国做一对一的谈判。那我们可以看到北韩的外交政策，它有很多时期的转换，它有很柔软的时期，然后也有很强硬的时期。但我们只要看到说它遇到体制上面他们自己生存上有危机的时候，它就会变比较强硬的态度。那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外界一般的评估也是，这也是他们在国内里面要维持他们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因为对于北韩来讲哦，它的外交政策最主要它要维持四样的东西，一个是它的正统性哦，所以以前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朝鲜的原则。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要维持它的体制的稳定，然后第三个是要维持它的经济发展，第四个是要维持它的国家安全。那在这个目标之下呢，特别我们要注意到金正恩他这个在这个年纪接班之后呢，他会受到一些外界的质疑。那他没有任何的战功之下，他要怎么样做呢？那最好的方式，我就是要做一些事情出来。是，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哦，就是说这一次哦，为什么局势会升高？朝鲜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观点哦。他说，其实，在停战60年这中间哦，美帝和南朝鲜傀儡的清朝演习哦，从来没有间断哦，仅仅是公开的就超过了18000次哦。然后我们看到2008年开始哦，美国出动超大型的核航母、战略轰炸机等核攻击装备军演。今年呢，连 B-2A 隐形轰炸机哦，宙斯盾驱逐舰都派出来了。他还说到，这是美国疯狂开展清朝核战争演习，向南朝鲜不断的调遣兵力和尖端战争的装备，目的呢就是以先发制人，挑起清朝核战争。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一次的局势升高，大家还是会觉得是北韩自己可能在吵闹，他想要创造他自己谈判的条件。但是以您的观察，你是认为说北韩也是迫不得已啊？对对，因为我们要必须先要了解根本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北韩做出这么强硬的行动。我们首先要看到去年12月的时候，北韩发射人造卫星，可是美国是以弹道飞弹来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结合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制裁了北韩，北韩就觉得不爽啊，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可以发射，为什么偏偏我们不可以？所以他针对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就发射了试射了试爆第三次核武，然后第三次核武之试爆第三次之后呢，联合国安理会有加大制裁，所以。因为北韩真的是心里很不舒服啊，已经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适当的制裁了，结果美国这一次的演习已经不是
普通的防卫性质的那种演习啊，已经超过攻击性的能力了。所以所有的，你看天空的、海上的、海底的和航空母舰、和潜艇，还有和战斗机，全部都开过来集结在朝鲜半岛上。所以北韩为什么？因为停战协定本身哦。你本身是外国的军队，不可以驻扎在朝鲜半岛上。可是美国60年以来都没有遵守过。还有你开这些从朝鲜半岛外面引进这些武器也不可以的，不允许的。你停战协定，所以北韩认为说，其实你们根本没有遵守协定，为什么还要我来遵守？对，所以他宣布退出韩战停战协定的。是，所以他这。今天的这个局面是完全是美国跟北韩的针锋相对的局面，不是南北韩要开打，他北韩针对的是美国，完全是美国了。是，所以美国看看哪一个先退步。是，所以目前双方其实还在拉锯哦，看要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条件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刚说到这个联合军演的事情，让北韩非常非常的生气哦。我们看到这一次哦，我们看到两次的演习哦，就是2013年的3月11号到3月20号举行的。这总共有10000多名的韩军呢，3500多名的美军参加。那有出动 F-22隐形战机跟 B-52轰炸机哦，核动力航空母舰跟2艘神盾级驱逐舰的参演哦。那另外呢，敖英呢联合野外机动演习哦，3月1号到4月30号举行，有20多万名韩军和10000多名的美军进行地面、海空以及特殊作战的训练哦。那看到F-22隐形战机、B-52轰炸机、B-2轰炸机参演，所以执行长，您认为说，其实美国现在态度，其实真的就是造成北韩这一次一定要把局势拉高，一定要对内对外显现说我北韩不是好欺负的。其实从1994年哈，那个日内瓦架构协定，美国跟北韩谈定了这个架构协定之后，就是用石油来换取核武啊。那么开始，那是美国跟北韩关系最好的时候。好，那么一路演变到现在，我是觉得北韩他基本上他的谈判策略很明显，就是我们一向知道是所谓悬崖边外交嘛，啊，要不然是胆小鬼游戏，你两个人躺在铁轨上。火车当当当当一路走过来，一路开过来，那看谁胆小先跳起来，那个人就输了嘛。OK， 另外我经常形容说，他用狼狗的谈判理论，你是个绅士，你穿着西装革履，那突然一只狗咬住你的裤管，你怎么办？你跟他扯破脸，你的裤管就被他咬破了，你可能必须要从口袋里丢出一块饼。他为了吃这个饼，他把嘴巴松开，你赶快拔腿就要跑。你如果跑慢了，又被他第二次被他咬到，你要必须要丢出一块更大的饼。那么让他再松口，那北韩的谈判策略一贯是用这样的方式啊。那我想大家都很熟了。那么美国这样子的军演，我相信两边都是相对的。那他故意这样子两边升高这个态势，紧张的态势，那么其实就是谈判之前的筹码啊，大家把价码喊高了，那么之后再来杀价嘛，再来讨价还价。我觉得一向都是这样子。是，所以其实这次也没有说像北韩自己说的他们是那么委屈，其实也是他自己。想要再更多的东西。我是觉得北韩状况，就是说坦白讲，如果说把这个责任完全归咎在金正恩啊，我觉得不尽然公平啊，因为他是个小孩子，30岁，我觉得还是他爸爸的世代啊，那些老臣、那些遗臣们啊，在帮他主导这个事情。那么由到最后由他来拍板定案啊。那么张成泽他的姑丈，就是金正日最喜欢的妹妹啊的先生，是啊，那加上军头。他爸爸那些世代留下来的老臣，以过去那样的旧思维，好，那么你只有跟美国，因为同样的战略其实一直都有得到东西，所以其实可以一直继续的来做这样子。对，到最后都是北韩是赢家嘛。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是值得好好冷静坐下来来探讨六边会谈到底没有效，好，那应该怎么样改弦更张啊？六边会谈既然不行，你改成3边就好了嘛。一个小孩子，你被父母亲在家里责骂，还是爸爸妈妈把所有亲戚找来？这是联合国数个理事国，那么15个亲戚一起骂，那对小孩子的自尊心跟他的反感很清楚嘛？所以你参加的人越少，对北韩的反感就越小嘛。是。所以我觉得六边会谈既然没有效，你改成3边嘛，就是一个他的敌人美国，一个他的朋友中国，双边先谈，双边谈完之后再3边再一起谈。是。我是主张说。从6边缩小成3边，我们等一下也要来分析哦。美国跟中国还有俄国，他们
这几个国家目前的态度哦，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那我想请问一下国民，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联合军演哦，刚刚狄老师提到是说，其实这个已经是超越防御的演习了。那您怎么看这样子今年的这两次的演习呢？我们可以从所谓的1970年代开始哦，1970年代哈，美国刚好从越战撤退嘛哈，当然，但是他为了显示对亚洲的承诺哈，他就当初就改变所谓的对韩国的策略，就说哎。万一所谓的北韩打过来的时候，我美国拟定一套计划，我会打回北韩，打回北韩去。因为在1970年代以前美军还有韩国军他们是说，哎、欸，我要撤守到所谓的汉江以南，就汉江以北我放弃了，我是等待所谓美国援军来之后才大举反攻。但是他们战略思维，到了197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们开始改变了啊，就是所谓的5027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万一哈北韩通过侵略南韩的话，他会透过汶川开城一线，还有金化铁原古道，还有东边的江宁一道一线哦，透过这三条路线首要的目标是第一个突破所谓的非军事区，因为非军事区布有很多的地雷啦，然后铁丝网那些要突破，因为要工兵要突破一些时间哦。第二步是占领所谓的首尔啊，以前我们叫汉城啊，因为首尔它算是这么一个大都市啊。占领之后，第三步它是巩固击退所谓的外来的援军，那外来援军就是美军。那美国那时候是假设说，哎、欸，万一所谓的北韩侵略之后哈，我们美国军跟南韩军要怎么样防卫？第一步，他们是先所谓守住所谓首尔。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他会集结所谓的兵力哈打回去。那除了从陆路上打回去，他们还从北韩的东边有一个港叫圆山港，他们组织了两栖作战队，包含美军的两栖陆战队啦哈，南韩的军队要从那边打回去。透过这两个双潜攻势哦来指导平壤，这是所谓我们在讨论所谓用传统武力的部分，就是不用核子弹的部分。光是这样的话，就要把所谓的平壤铲平。啊，终结所谓的金氏政权。那金氏政权那时候包括金日成、金正日啊，这些都是那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作战计划。那到了所谓的之后啊，这个计划都慢慢来修正。比如说5027-00啊，它是比较2000年做的。好，5027-00就2006年做的。它目前陆陆续续修正一个几个特点哦。第一个是把所谓的弹道飞弹的威胁纳入。那弹道飞弹威胁纳入，他就说，哎、欸，我们假设北韩发射所谓弹道飞弹，我们前面讨论不管是卢洞啊、污水弹，哎、欸，我美国。我会派出所谓的神盾军去拦哈，然后目前应该加派所谓 X 波浪雷达往前推嘛哈，然后他们还更新哦，美国说哎、欸、既然北韩已经发射所谓的鲁东飞弹，那些飞弹那么精良，你南韩呢你们的爱国者飞弹要不要升级？好，那南韩就说我爱国者飞弹升级到爱国者三型，那一套多少钱呢？10亿美金，贵不贵？不贵。那你要一套吗？不够，因为三点乘一个面嘛，三点乘一个面，所以大首尔地区要三套，就30亿美金哦。30亿美金的话，就其实我们乘以30，台币就900亿哦，900亿。那你再看哦，日本那边有没有爱国者三型？有。台湾有没有？有。所以事实上呢，美国军工企业哦，在所谓的东北亚地区哦，他们已经算透了，就你们一定要买。是，这是他弹道。这个局势越紧张，军备竞赛就越需要。这你没办法啊，这是光是弹道飞弹部分就这样子的哦。那你看，当然因为。因为所谓的核子威胁，当然美国说，这是我把最精锐的，不管 F-22 啦、B-2 都往前推哦。我们先不要小看 B-2， 它能携带所谓核子弹头，先不要看，光是它的我们叫弹仓哦，就可以容纳80枚所谓传统那个所谓的500磅炸弹，那其实上是破坏力算是蛮大的了哈。那当然它可以携带所谓的巡弋飞弹去做一个攻击，更不要说它可以挂载所谓的核子弹头，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忽略这个一件事情。那当然这是天空的部分，那你看海面上的部分，他们所谓的航舰打击群。那航舰打击群，你一般都假定吼，所谓的舰载机哦，他们携带所谓的传统炸药，不管巡弋飞弹啊、炸弹去攻击所谓的平壤境内。事实上不止，只要美国总统下令，他们是可以挂载所谓的核子弹头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忘记。那当然，所谓的老师讲过说，哎、欸，北韩其实很生气，说，不是说所谓的朝鲜、韩国飞核吗？哎、欸，怎么你们核子动力航舰来了，核子弹头也来了？哈、嗯，那第二个不是说不要驻军吗？怎么一驻就60年？对啊，他当然是所谓的目前南韩境内，因为有一些美军哈不守规矩，有一些侵扰民事的案件哈，所以其实南韩民众有一些抗议的事情，所以他们有在争所谓的美国跟韩国军队战争主导权的问题的。但是其实上美国并没有退出，他只是把军队哈撤离到所谓的汉江以南，但是他扩建所谓的乌山基地，换句话说，这个乌山基地它是可以容纳美国原有的驻军哈，大概20000多人，还有从
包含以后万一开战的时候，从美国来的援军都可以驻扎在韩国，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要退出的意思。是，所以我们看美国这目前的一个态度，我是觉得说，其实他目前也没有提出说啊，我愿意来谈哦。但是大家也在观察说，中国目前我们说北韩跟中国一向是盟友嘛，但是这一次好像中国也觉得说，透露的讯息是说，你也不要这样子一直哦，要升高局势哦，我们。北韩，你不要在自家门口这样子打哦。所以，我们来看看目前中国的态度哦，会不会在这次的一个局势里面哦，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来看下面的 VCR。训练中的军犬一看到贴有南韩国防部长金宽镇肖像的木偶，立刻扑上前去，毫不留情的撕咬攻击。另一头士兵们也把金宽镇的照片当成标靶训练射击。저김간지님같은새끼는우리의목표대일거에가치도없는인간침물이고인간어작품입니다虽然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北韩将全面发动战争，但是北韩人透过国家电视台公布士兵接受训练的画面，恫吓意味浓厚。而尽管朝鲜半岛还没有立即爆发战事的危险，但据南韩媒体报道，北韩不但有可能在十号左右发射飞弹，还指出北韩正在准备第四次核试爆。大陆媒体甚至指出，北韩有超过万门火炮已经瞄准南韩政经中心首尔，一旦战争开打，首尔恐怕会立刻变成火海。眼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一向和北韩交好的中国大陆态度也转趋强硬。朝鲜半岛是中国近邻，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言行，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除了表示不允许在家门口生事外，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恢复六方会谈，希望透过对话管道解决僵局。好，对于美中的态度哦，在韩国内部哦，怎么来看哦？是不是希望这些大国现在赶快出来哦，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置哦？我们继续也要视讯给这个钱豪哦，告诉我们目前你在那边观察到媒体怎么来看哦？如果在这个两韩局势紧张的状况之下，现在大家希望中国跟美国马上介入来调整吗？对，现在南韩的舆论啊，媒体现都认为说，目前能够让这个紧张局势获得舒缓的唯一的关键就是中国，所以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大的这个表态，然后让南韩收手，或者是让南韩呢能够进一步的跟美国，甚至是让北韩让进一步的跟南韩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的舆论是走这个方面的。是，所以大家认为说，其实中国目前的态度还不够清楚。对，他们反而与其说不太清楚，他们更希望说中国能够在这一个环节里面扮演更大的角色。他们认为说，中国现在好像还没有。虽然表态说没有像以前那样子，跟北韩沆瀣一气，不过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理想的那个程度。是，好，我们谢谢钱豪在韩国为我们所做的观察哦。那我继续请教一下卢老师，就我们看到中国的态度哦，其实大家会认为说，这次其实中国也不想理北韩了，因为觉得你多年来就是持续的放话，然后感觉上其实我也不可能跟你关系再像以前那么密切了，是不是？感觉上中国也觉得说，这次我跟你不会站在一个同一个阵线呢？我反而不是这样认为哦，因为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哦，朝鲜一直是他外交上面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各位可以看嘛，中国周边14个国家里面嘛，没有任何一个是直接跟美国有同盟的。朝鲜如果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会遇到一件事情，朝鲜发生问题之后谁会进来？他，所以说现在之前的话大家都很怕一件事情，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从冷战之后的北韩的一些挑衅的动作，为什么到现在都可以持续的这样维持下来呢？然后并没有得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反扑啊，像手边有这本书嘛，《The Impossible State》。哦，北韩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为什么说奇怪？你看他们在报纸上面，我们看到他就是饥荒、侵犯人权、核弹导弹试射，然后绑架、恐怖主义，这么多奇奇怪的事情。可是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为什么？那我们仔细来思考的话，就是会发现，在核半岛上面呢，朝鲜其实是中国跟美国势力的一个缓冲地带。那这个缓冲地带呢，我们从哪边来看说中国的立场呢？就是看说像之前呢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和延平岛事件之后呢，中国的立场是希望双方自治，但是这个事情很奇怪，因为南韩是受害者嘛，那你叫受害者自治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挑衅者，
所以其实中国一直到目前为止，它的立场还是希望说能够在这边朝鲜这边能够中国一直可以我们来如果来说这世界上谁有能力可以制裁北韩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国家，中国，它可以靠石油切断油管就好了，十年前他干过一次，然后可以靠食物切断食物不要供应他，另外一个在他境内里面关于北韩的密藏把它封锁，他其实只要透过这些动作都可以有效的去制裁北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用到这些方式。那没有使用到这些方式，其实我们会看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朝鲜半岛这边朝鲜一旦打仗了他不经得打怎么办呢？如果他崩溃了怎么办呢？过去大家都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另外回到一个刚刚在讲说南韩内部是怎样，因为刚好我上上礼拜有去韩国一趟，然后跟这个智库去，然后也是访问了去那个访谈了一些他们执政党的智库和在野党的智库。其实韩国的现在立场其实蛮简单的，其实都是要加强跟美国美日同盟，那这是他们官方一致的选择。那中国呢，我们虽然看说普京会好像跟中国的关系我们以为会感觉会比较好，但是就一个保守政党而且长期以来依靠美国的一个政党来讲，它短时间之内是不大可能直接就靠向中国然后依靠中国那一方。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次的危机各国的态度。刚刚说到的中国，目前这个习近平他是说了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了。那俄国呢，总统呢是提到说敦促北韩要冷静朝鲜半岛如果爆发军事冲突呢，后果会更甚于1986年的车诺比核灾。那古巴前总统卡斯楚他倒是说了，这个堪称是1962年来古巴飞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核子危机，北韩不可以打核战，否则会殃及全球超过70%的人口。我们再看其他国家的态度，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资深顾问提到了，金正恩的行径是北韩一贯的伎俩，但是美国呢仍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捍卫美国以及盟邦的安全。南韩总统朴槿惠提到了，北韩已经违反了国际公约，现在又关闭开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再投资北韩。日本他提到了，9号凌晨已经在东京埼玉县千叶县新宿呢三处部署了拦截导弹的爱国者地对空的导弹发射台。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国家的态度大家其实并不站在北韩那一边了那是不是这样的态度让北韩会更加的感到愤愤不平，所以他的态度还是内部主战的态度会越来越升高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了，敌人用核武攻击他的时候用核武来反击，可是台湾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一段就是断章取义的时候北韩随时都用核武来攻打美国本土夏威夷或者关岛南韩，这是不对的。我们要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北韩做出这种强硬的行动，他背后美国做了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只是凸显北韩的威胁他说每天都北韩今天又开打，明天可能也开打，明天可能会发射什么中程弹道飞弹什么，只是凸显北韩的威胁而已，只是北韩是被动采取的反制措施而已，现在才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应该多多了解一下北韩的他要表达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他不是真的要战争，他只是要自保防卫，然后用核武那个核武来核阻对方，然后用核武来保护自己，针对美国的威胁。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啊？世界超强啊！世界军事超强到朝鲜半岛来，然后威胁直接威胁北韩，所以北韩的立场我们也要听听，不能够完全一直是逼他，一直做出一些那这种看起来不合理的行为。北韩就形容嘛，现在美国把一根火柴棒给南韩，然后一直叫南韩点火，在后面煽风点火，希望发生冲突。所以北韩不是真的要开战了，所以我们多多要了解他们的立场。实际上怎么看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美国，因为它是军事强国、世界强国，所以当然我们会发现，大家都是以比较这个美国的观点来看那我们也看到这媒体报道，一向因为大家对北韩不了解所以你看就是所有的报道，就是北韩你就是一个爱吵闹的孩子你其实只是要一个糖那是不是就像大家所了解的这样子？还是说，就正如李老师所说，其实北韩长期以来已经受
近委屈了哦，你要让他一直忍让哦，其实他总是要发泄的，他不能让他的国内民众哦，就是一直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烈的生存威胁。其实应该从冷战时代开始讲哈，当时会有这样的架构存在哈。最早应该是美军呐、啊，美国先把核子武器部署在南韩，那部署在南韩的目的呢，不是为了你北韩呐、啊，是为了牵制中国跟日本，啊，中国跟日本在亚洲争取霸权，好，那么韩朝鲜半岛刚好在中间嘛，那么美国的核子武器就在南韩部署啊。因为我曾经有一次采访到瑞山去啊，瑞山就是南韩西海哈、啊、最突出的一个夹角，瑞山啊那个。美军的这个核子武器就部署在瑞山，为什么？因为它离对岸山东半岛最近，距离最近，所以它当时的目标选择在瑞山，就是为了中国大陆嘛。但是现在就是说情势改变了，那一直到1990年代初，老布希总统就宣布说，美国已经完全从南韩撤出了核子武器，那北韩不相信嘛，啊，北韩不相信，所以他开始致力发展核武，他觉得他是只是受害者。但是那个冷战的态势已经改变了，但是北韩。啊，他认为说美国的威胁还存在。好，那我觉得全世界唯一知道北韩能不能发动战争的国家就是中国。为什么？他有输油管，好，经过鸭绿江，那么输到北韩。我举个例子啊，这本书哈，叫做《金正日与北韩问题》。好，我把它翻译成日文，把它翻译成中文。好，在台湾出版，没有公开发行啊，但是我把它当教材。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啊。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仲村智纪啊，西格穆拉，1980年代中期，他是每日新闻驻韩国的特派员，我们一起一并肩采访啊，我很熟的朋友，他后来到早稻田大学当教授，他就发表了一个2006年他写了一个报告，他就说2005年呢，北韩进口的石油是52万吨，52万吨哦，听好这个数字啊，那一年南韩进口石油是1亿2000万吨。日本是2亿3000万吨，啊，那你这个一个进口石油只有52万吨的北韩，所以仲村智纪这个他的结论就是说，北韩没有发动战争所需要的石油，就战备石油它不够，绝对没有。所以这是2005年的数据。那因为仲村他很受北韩重视，他写了好几本书，金正日都要求他的官员要看，把它翻译成韩文，所以他这个数据显然是正确，是。一定是北韩提供给他的。好，那我上个月在深圳卫视啊，也提到这个数字。那么中国的军事专家，他们并没有否认。好，那真的只有中国知道说他到底每年从我这边拿走多少石油。所以这个52万吨在2005年这个数据是可以相信的。那在这样情况下，你连发展经济都不够，你打一场战争你需要多少石油？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北韩就是说他那个危机意识，从冷战时代一路。美国在那边部署核子武器，那么一直到现在，即使美国撤走，北韩不相信，所以他就是说，他只有靠所谓的先军政治啊，军事优先哦，用这样的先军政治，他才能够跟美国抗衡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老陈哈，还在主导这个整个北韩的对外的军事策略，还是用过去旧有的惯有的思维来看待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当然就是要升高局势，不断的升高局势。没错，没错。是我们现在在要连线给这个杨前豪，他目前在韩国，他有一些最新的观察，告诉我们。前豪，请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消息哦，就是南韩国防部已经发表声明说，追踪到北韩将飞弹移动到东海岸，然后现在已经是准备发射，准备完毕的状态。那以技术上而言呢，明天就有能力能够进行发射。不过国防部他后面附带了一句话说，目前仍然没有能够把握发射确定的日期。那外交部那边也已经有回应的说，北韩如果真的发射飞弹的话，这样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那将会。安理会讨论下一步的对应措施。那最后一个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联合通讯社刚出来的独家讯息哦，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预计在11号到12号之间访问南韩。那联合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指出，拉斯穆森在这个时候选择在南北韩情势紧绷的时候访问南韩，是要对北韩开发核武，还有发动突发威胁等等的这些行径表达强硬的态度啊。那如果拉斯穆森到最后呢跟普京会晤的话，可能南韩还有北约甚至美国应该就会有更明朗的态度，这是我们刚所说到的消息。好，非常谢谢前豪。我们再回到棚内来看哦，刚提到这个
北韩到底有没有能力打战争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军力哦，我们所搜集到的状况哦。你看到这个南北韩的状况，北韩在2008年它的这个年度的国防支出呢是82亿美金哦，那南韩是308亿美金，这是2012年的事情哦。那我们看到现役的军人呢，北韩的军力是120万，南韩是65万多，那美军大概是将近3万人哦。你看到这个装甲运兵车2500辆哦，那南韩是2600辆啊，还有美军的那坦克、大炮、战斗机、主力潜舰、潜艇、核生化武器哦。那我们想问的是说，其实大家在看说是不是会是发射飞弹或者是核武器哦？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在北韩它凿了很多地下道，那这些地道之前南韩有发现了好像3到4条，那是说总共有20几条。那所以是不是请这个国民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目前是不是如果说像老师分析的，假设说他可能石油或是其他的战备力不够，哎，我人哦，反正我的北韩的军队也是训练也是相当剽悍的，我从这个地道出来，距离你首尔也很近啊。我们可以用军力比来发现哦。简单来讲哈，北韩军力陆军我们大概抓100万为主了哈。那南韩因为现役的部队哈，它是我们抓60万啊，一般来讲是50万的，因为它还有空军跟海军、啊、那就人数来讲的话是比较弱了一点、啊、那当然现代化战争除了需要石油之外，它还要机动化啦。那他们北韩也想过说，既然如果说一些军力不如你的话，那我发展不对称作战的方式。那其实是中国在讲，那其实北韩在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了。那其实这个很好玩，就是说也不是很好玩，就是1970年的年代的时候，南海境内哦，陆陆续续发现了4条所谓的地道哦。那这个地道其实我们就把它想成金门跟马祖，你们看到八八坑道那种，就是那种坑道的规模哈。是。那种坑道挖得很深。对，对，它挖得很深，因为它是在我们叫反斜面，反斜面就是从你从人造卫星看不到，因为它是我们叫细植被，就种植物之后你看不到哦。那反斜面那边入口很大哈，那入口很大，其实这个发现也是个偶然呐、啊。他是在1970年代哈，美国跟韩国军在演习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突然因为尿急啊去野外尿尿，突然发现一种地下有声音，后来我们找后续的来看哈，我们通过听音辨位来发现，底下有动静，后来才开始开挖出，陆陆续续开挖说，原来哈北韩还真的有这种所谓的地道战的战法。那其实地道战法其实三国时代就有了，没想到现在已经现代化战争居然还有人在做这种事。那1970年陆陆续发现了4条之后，其实他总计发现了27条，那事实上没有被公布的还更多了。那其中有4条哦，它是目前算是被拓展比较完成。那其中所谓第三隧道，南韩人也很聪明哦，把它变成一个观光隧道。那观光隧道的话，其实外国人可以去组团，在参加当地的tour去参观哦，这个是他们一个发展经济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哦，这个所谓地道，那其实地道它可以通行除了部队我们人员之外，它可以通行所谓轻型装甲车。那这个速度可以多快？那一小时可以通过一个团的兵力。那一个团我们抓大概所谓的3000人左右，其实上是蛮多人的。那1000人到2000人是我们加强团到1000人到2000人，那其实是蛮快的啦。那当然说，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哈，美国跟南海军种，它要所谓的反地道的措施，实际上是比较不可行。那其实北韩他们也很聪明，在发展所谓的那种怪异的小潜艇。那小潜艇哦，这个故事也很玄。那1992年在江陵那个地方，就东边一个都市叫江陵哦。那江陵地方的他们北韩就透过所谓的那种鲑鱼跟鲨鱼的小潜艇去渗透哈，去渗透。那其实就在小潜艇载一些特战人员哈，去突击到所谓东边的城市啊，尤其江陵。那这个其实是很倒霉，就是这艘潜艇其实很倒霉，就是那时候搁浅的。那搁浅的，其实他们就人员就上岸了嘛，哈，上岸那时候刚好又是被一个南海的一个计程车司机又是尿急看到去尿了，发现那边有动静，通报之后才通报守军来围剿。那经过一番厮杀之后呢，北韩军人其实蛮勇敢的，他们除了我记得没错，好像除了一个俘虏之外，其他都是开枪支。那军官先把那个士兵先射杀之后，自己再自尽哈。所以他们是北韩是很剽悍的。那除了这种所谓的，你看这种1996年就发现这种小潜艇之外哈，我们再回想2、3年前天安节是怎么被击沉的。那当时有人就说，会不会是这种小潜艇干的？好，那我们假设说，如果是这种小潜艇干的，第二，它的北韩的小潜艇已经经过研发跟改良，效率相当精良，而且它用的鱼雷也相当精准。好，那我们就要回到说，北韩有没有这种能力？好，所以这演变到后面说，第一个会不会是美国跟南韩自导自演说？如果说天安舰被击沉是真的是北韩做的话，来，那表示北韩的小潜艇开发已经技术完成了。好，
你在被天安街被突袭的时候抓不到，人不见了，哈。第二个，他们武器训练很精良，包含他的鱼雷哦。那我一般来讲是他们外界西方观察是认为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就回到说哦，你如果说北韩是有这种能力可能的话，他事实上他就不用传统的正规的海军跟你做一个对抗，因为其实正规的海军实际上在美国第七舰队面前是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发展这种所谓小潜艇来做一个不对称的作战。如果说北韩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这是南韩军方要小心的部分。是，所以罗老师怎么看呢？这个地道的威胁，还有这个小潜艇的这个状况哦，到底是不是其实他不去打那个飞弹，他就直接反正我就直接窜到南韩首尔去了，这确实可能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伤亡。这个因为我本人不是研究军事的嘛，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有这些可能性了。但我觉得比较更重要一点就是说，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消息在传播。那不管是怎样的消息的传播呢，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影响到民众的心理嘛。那影响民众心理的时候，其实最先影响到的就是其实是经济方面嘛，经济层面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现在有这些非常多的消息。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南韩内部来讲的话，它面临了两个困境哦。第一个就是说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它对于北韩无法掌握，就是情报能力太差。哦，要不然是谁要接班不晓得，名字是什么不晓得，是长什么样子不晓得。然后后来人家公布说哦原来是这样。另外一种是，其实他知道，但是不敢讲。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说，像天安舰事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嘛，就是说李明博政府在调查这个整个天安舰事件的时候，花了快半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调查报告。然后民众一直就很急着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是这个什么事情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可是政府又不愿意开诚布公的讲。那政府讲出来之后呢，又很多人产生很多质疑，包括说，为什么死的全部都是阿兵哥？为什么死的都是？奇怪，都是难怪军官就不会就不会战亡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引发了内部心理上一个非常大的恐惧啊。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像刚刚前浩有讲嘛，在南韩的话，它的消息面上面的话，很多时候都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在南韩内部就是那个气氛不像我们外在这样啊，像反正资讯不容易得知。资讯上面的控制，我不要说是资讯上面的控制，而是说这个资讯要怎么样发出来，而且发出来之后，它可能会有个效果就是造成内部的恐慌嘛。那其实南韩的媒体或是南韩政府也是不需要的。因为有这样的事情造成内部的恐慌，这样可能会还没有打之前就已经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说，我个人会认为说，不管是用哪一种，不管是什么，地道啊，或是潜舰啊，或是核武器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在背后都反映了，就是说，北韩，朝鲜，他现在就是要告诉你，我现在有某些能力可以对付你，但他要怎么对付你呢？他也不讲。可是呢，我觉得我在观察这个北韩的一些行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一旦他什么话都不讲的时候，那才是危险的时候。是，所以目前他还愿意说预告说要发射飞弹，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感觉上好像南韩的民众对于这次的局势升高，感觉说其实也不用太紧张，但是某些气氛还是很微妙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BCR， 一边大张旗鼓联合军演。另一边不甘示弱，老放话要把敌人的国土变成一片火海，还撕毁停战协定，切断板门店的军事热线电话。两韩互呛，美国也说他没在怕，朝鲜半岛似乎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只是北韩喊要开战不是第一次，是不是又是习惯性虚张声势？从南韩老百姓的反应看得出端倪。위협을실제화할수있는그런상황이니까그리고국민들도너무너무불안해하고있으니까南韩人开始焦虑，两韩边界附近白领岛上的5000居民更是高度警戒，紧急避难所物资已经储备好，不少人穿戴整齐才敢睡，就怕北韩半夜突袭来不及逃命。连美国都有近40%受访者认为这次不一样。Should we be taking the threat more seriously? Well, I think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you have to take them seriously. And I agree with what Tom Donilon just said. There are a lot of reasons why dictators behave the way they do. Number one, they're insecure to start with. Number two is they have an internal audience they have to play to. 朝鲜半岛战云密布，很大原因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核试的制裁决议。This is the 5th UN resolu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Very irritated with China for having supported it.
And they do view it as an attack on their sovereignty, their sovereign rights. 不准珠宝名车进口北韩，还第一次要求各国搜查可能搭载禁运品的飞机等等一连串孤立措施，没有吓倒北韩，反而让他大为光火。老大哥中国的背叛，更踩到平壤的地雷。北京和平壤这号称东北亚最稳定的同盟关系已经开始崩解。有分析认为，朝鲜在二月的核试爆多少是冲着中国而来。年轻气盛的金正恩显然比老爸金正日更有野心，也更想摆脱中国的束缚。东北亚平衡会不会破局？筹码依旧掌握在金正恩手中。好，到底如果真的北韩他是不是有能力哦？其实在整个朝鲜半岛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战争伤亡哦。我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大家也会担心到底他用什么形式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北韩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呢？那南韩到底有没有办法提前知道？还是说南韩真的就是情报工作是做得不太好？我坦白讲，南韩的情报真的做得非常非常不好，比如说金正日生前去过七次中国，那个时候他金正日去哪里见什么人，南韩都掌握不到，几乎完全都掌握不到，都是日本的间谍查出来的，然后播到 NHK 的头条，然后传到全世界去了。所以现在南韩的情报能力真的有问题了。你想想看，我们内部的事情，他们没有公布之前，我们真的不晓得。你看，现在金正恩的太太生了一个女儿或是儿子，是，就去年十二月底已经肚子已经消了啦。可是南韩就二月就说，哦，金正恩的太太是剖腹生产，剖腹生产的话，你应该知道生男生女啊。结果是罗德曼去北韩以后才知道，就是生的是女儿。我们真的内部消息，北韩的真的是我们真查不出来了，几乎从脱北者的口里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台湾的媒体有点要反省啊。你不现在可以了解北韩的管道很多，他们的劳动新闻网络新闻都有中文版，还有朝鲜中央通信也有日文版，还有英文版，还有全部都他们的内部的消息都传出来了。可是台湾都没有直接采用北韩的新闻，都是透过南韩制造的有些新闻。什么现在出来的那新闻很好笑啊，什么偷粪便，北韩现在没有什么肥料啊，偷粪便啊，还有从什么挖坟墓来吃尸体，那些消息我们就无法考证，无法查出来的。可是也传播到全世界去了，这个都是南韩制造出来的新闻啊，我们这些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事情没必要播出来。你看北韩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北韩现在针对的是完全是跟美国对抗啊，美国对抗，他用核武，为什么他不愿意放弃核武呢？他曾经说过我愿意放弃核武，可是美国他说你放弃核武，所谓放弃是北韩是好，我愿意 give up， 我愿意我的。按照我的意思要放弃，美国不是哦，以外界的力量的整个要核设施要拆除啊，所谓核子设施是什么？你核能发电以后，那个废弃燃料棒，你有出来的一个燃料棒，经过再处理之后变成核武的东西，所以北韩要放弃的是核武的部分，核能他不愿意放弃，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谈不拢，美国跟北韩之间一直谈不拢，所以你六方会谈即使重开。你美国给他要什么？你刚刚说美国的核子武器从南韩撤走了，你可以证明给北韩吗？然后核武保护伞可以愿不愿意撤走？然后你这一次也看到了嘛，那个核子战斗机都飞过来了，空中都飞过来了，核子潜艇也来了，航空母舰都来了，这是都是核动力的。所谓朝鲜半岛非核化，北韩放弃核武就可以实现的吗？朝鲜半岛的非核化不只是北韩要放弃核武，美国要不要放弃核武在朝鲜半岛上的，所以这个六方会谈的宗旨就是整个朝鲜半岛的非核化，不是北韩单独的非核化，是，所以北韩一直不愿意放弃核武的原因就在这里。是，我们趁最后几点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金正恩哦，他上台之后，其实大家也在观察说，他到底哦，目前这个对内的政权到底稳不稳固哦？那之前还传出有政变的消息哦，还有就是说他跟他的姑姑哦，这个刚刚提到
金正日最疼爱的这个妹妹哦，其实是不是他们有争权的状况，所以造成说他现在要对外的一些局势紧张来巩固内部的权力哦，所以只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能现在金正恩其实他的权力还是相当的不稳哦，所以透过一个发动战争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对他稳固权力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其实我跟北京的那个朝鲜专家也交换过意见啊，谈过，两年半了嘛，正式接班哈、啊，2010年10月10号劳动党党庆那天他公开露面，到现在两年半啊，那么他父亲过世，2011年12月17号到现在啊，也一年半多了啊。OK， 这一年半多来，两年半多来，北韩没有发生事情，就表示说他有一套很健全的机制在运作啊，那个机制不会因为说领袖死掉了或是改变了而发生动荡，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北韩基本上它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机制在运作。那金正恩这么年轻上台，当然服不了众啊。那他旁边有摄政王啊，张承泽啊在帮他啊，然后有军头在帮他。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北韩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啊，大家发生政变也是在那边臆测，但是我觉得唯恐天下不乱，这样子在唱衰北韩，但是我觉得北韩没有那么糟糕啊，他那个整个那一套的稳健的运作机制，我觉得这是连中国大陆都很放心啊，不认为说他会发生政变啊，或者发生垮台啦哈，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外面多虑了。多虑，所以罗老师您也是这么观察吗？就是大家不是说前阵子这个军方的这个高将领哦，有一些好像有上下台的这一些状况哦，那是不是表示说内部其实金正恩他要安排自己的人哦？现在您的观察也会跟执行长一样吗？其实他的政权相对来讲是算稳固，不用他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好，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哈，不管他的政权稳不稳固，北韩的现在的朝鲜的现在这样子的局势呢，最主要一个关键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次觉得说这次的朝鲜的这样的挑拨的行动，或是说他做这些行动，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主要原因是因为核武器啊已经在透过第三次试爆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整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所谓的 game change 的一种效应，整个游戏的规则可能会随着这个东西而改变。但是我还蛮同意那个朱老师刚刚所讲的，就是北韩的权力机制呢，它其实它有一套稳定的机制哦，因为没有那套机制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维持这么久。你看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已经垮台了，这个国家还存在，而且这个国家存在，我们现在也不清楚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先不管它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核武器出现之后，这一次的核武器出现之后，大家才开始关注它。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北韩做的事情也是跟以前没什么太大差别。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更不可能放弃他的核武器，因为这是他的很大的一个筹码之一。这本来就是从一开始为他就是1994年之后，他就是一直朝这个目标是来前进，而且他是有计划的，而且他对象为什么刚刚那个李老师刚刚讲说不是对针对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全球动物冒险王二，我叫史蒂夫，跟我们去玩吧。欢迎收看《全球动物冒险王》，太神奇了！这些动物不止可怕，它们还会威胁其他动物。我跟制作团队绕着地球跑，你也要跟我们来啊，一步也不能离开。每周三、周四晚上6点，《全球动物冒险王二》。Wir leben in einem Überfluss. Wenn wir als Kunden in Supermärkte reingehen, dann wollen wir nicht ein Produkt im Regal liegen haben, sondern wir wollen eine Auswahl haben. Und das heißt, das bezahle ich als Kunde im Supermarkt alles mit, weil es wird ja nicht alles verkauft. Der Scanner kontrolliert dann, ob die Tomaten auch die richtige Farbe haben. Und wenn das Rot zu hell oder zu dunkel ist,Kriterien und sagen, so müssen sie aussehen und sonst nehmen wir sie nicht ab, geht sie zurück. Also insgesamt werden 40-50% aussortiert. Am 4. Juli, 10:00 PM, Zutatenliste, bist du am Verschwenden?不管您属于哪一个世代，来到淡水都一定能找到专属您的那一年美好回忆。
您知道吗？淡水的海边居然藏着价值连城的水中黄金，还有淡水最生猛的海鲜大餐，您品尝过吗？浪漫渔港，小镇风情，夕阳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赶快跟着心动领航员华轩一起体验淡水的海海人生。今天的主角是零食。零食是每个人从小吃到大的东西，但是洋芋片会造成心血管疾病吗？可乐汽水为什么会造成食道癌？而人工色素竟然会引发过动症？巧克力也添加引发癌症的反式脂肪？哪些零食是你应该保持警戒的呢？好好吃实验室今天陪你揭开美食的真相。